吧，吃个八爪鱼，再来个鲍鱼，又做这么一桌，再吃个虾，只要你喜欢吃，我每天都做给你吃。哎呀妈呀，这么烫！小快，小两口先别吃了，赶紧给我来200块钱的。大哥，200块钱了，200块钱，你家冰箱有多大，能放得下吗？200块钱才能有多少？不就才那几包吗？在咱们家，一张都用不了就能买到一大箱子。老婆，别吃了。嗯，给大哥好介绍一下。好了好了，大哥太香了啊！来，跟你这样介绍。来，这个是咱们家三杯肉，三包大哥带黄山杯肉，三包鱼脖，每包400克，两包深海章鱼。两包无沙花甲肉，再来两包葱黄肉呢，一箱一共12包。哎，等一下，老板，嗯，人家还送两包紫菜呢。紫菜几个钱啊？来，今天在小妹家下3块钱，每人再给你送上2只黄金大澳豹，它不香吗？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一共14包，只需2.9，还包邮呢。